我觉得掌控自己的身材跟掌握自己的人生是一样重要的。如果你连自己的身材都没有办法去掌控、去管理的话，你怎么样去掌握你的未来方向？那我觉得呢，女性呢，她必须要有独立的经济基础。那你要怎么样去创造自己的价值，是在于你自己的自信心，你自己决定你未来人生的方向。智慧与自信建构出一位完美女性的光辉。眼前靓丽外表的创办人黄提勋，翻转过往形象，毕生创造美丽福祉，与多位医美专业人士合作，研发出机能性咖啡、鲜果果汁，以及能抚平改善肌肤的霜类产品，为广大女性重拾自信魅力。机能咖啡加了一样的 MCT， 然后又加了白胜豆，还有法国最珍贵的番红花，然后还有绿咖啡、玛卡。第二支产品鲜果香呢，里面有66种的蔬果，给各位男男女女们，它是帮助我们有饱足感之外，它可以加强你新陈代谢。另外一项质感轻盈不黏腻的霜类产品，轻轻一抹，在肌肤上均匀化开，无论是妊娠纹、橘皮、腹部、大腿等部位皆可涂抹，清新淡雅的味道也虏获大多女性芳心。透油产品跟我们的代理制度，可以让许多加入我们的代理商呢，能得到生活上的一个满足跟不一样的人生。那其实疫情它影响到很多企业家，甚至很多店家。那透油我们的一个经营模式，其实用一只手机都可以创造出营业额，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事业。新时代的人啊，很注重身材与健康，自我要求的意识抬头。我们的产品就很符合外在与内在的美，全方位的符合现代人的需求。其实我觉得这份事业啊，很符合在职的妈妈，他们的时间被小孩子占用，可以增加网络事业来增加他们的收入，以及年轻人他们的创业多一份机会，可以拥有人生的一份蓝图与梦想，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那当初会接触到这个事业，坦白说是因为我的身体健康出现了状况，因为我自己从事运动事业、舞蹈事业，所以我当然觉得运动就是减肥的不二法，少吃多动。对，所以我一开始会对这个产品会有点排斥，可是事实证明了，我真的接触了之后我有改变啊，所以我愿意继续相信他。对，但是我发现我们公司的老板好特别哦，他像小孩子小女生一样天真浪漫的，他敢做梦敢逐梦，而且逐梦踏实，这是我觉得一样是经营者但是在我身上缺乏的。团队的向心力还有我们经营的氛围，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很开心的在做这份事业。那还有客户对我们的产品信任度。我未来的愿景呢，我希望我研发出一系列，就是从头到尾对于女性，包含男性也可以，就是维持身材的一个产品，然后从内服外调的这种理念，让大家可以因为我们的产品受惠。